有没有稳定器差多少呢？现在是有稳定器，现在人超多，拱北店。现在是手机跟 GoPro 的比对。关掉稳定器。有没有稳定器？其实差蛮多的。就比较随性的拍的话，你的画面就是会比较晃。尤其是这个水平轴啊，好，稳定器打开，因为没办法，我这个手机呢，它这个镜头不知道怎么搞的，在这个城市下面，它就是会那个反向自拍镜头了。啊，待会要帮大家测试的是，人脸追踪，自动追踪。哦，今天真的是天气秋高气爽啊。虽然冬天呢有天的气候，暖暖的，那人超多的。好，关掉稳定器，关掉稳定器，关掉稳定器，把稳定器给关了。好，打开稳定器。打开稳定器。差异很明显哦，就是稳定器没有稳定器，画面的稳定程度差非常的多。关掉稳定器。M4SDC， 待会要做人脸追踪。漂亮吧，还行了啊。
GoPro 停止录像。